我过够了带着丁满意和你爸过那种凑合的日子了，再多一天我就要崩溃了。一共就那三间房，你让我怎么安排？你爸委屈我，我忍了，你可别去找我啊。 这就是我的新家，你到处看看吧，一应俱全，全部都是高档货。
据悉，著名餐饮集团珍品汇将面临管理层重组，罢免主席案已于今日正式提出。珍品汇董事会主席翟涛拒绝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而副总裁秦真女士则表示，做出此举也是出于无奈，以翟董事长现今的身体素质以及一些客观因素，导致他无法现在继续胜任。珍品汇现在还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你没关系，但跟我有关系啊。那你就想办法去保住你的职位啊，你也可以再回去抱你原来老板的大腿啊。是啦，对啦，但这不是唯一的办法啊。还有什么办法？如果那15%的股权在我们手里，翟涛就还是主席，你就还是他儿子，我就还是安经理。算了吧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持股人根本不会把股权给我爸的，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是个死股，一个根本拿不回来的死股，否则我爸这几年早就把秦真踢出去了。我也没让你爸去收啊。那是。你疯了，我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事儿？帮他扇父子情，他已经不是我爸了，这是他亲口说的。对于一个根本把儿子当生意做的父亲，我实在不应该有任何留恋，不是吗？我也没让你帮他，也没让你扇什么父子情，我要你也把他当成生意去做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么聪明，你会想通的。姑娘，唐小刚的办公室在这里吧？谁呀？唐小刚的办公室在这儿吧？我问你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没有预约，我要找他。没有预约的话，不行的。没有预约不行。好了，我不跟你废话，我只要找你。哎，先生，你要干嘛？有人，这儿有人，这儿有人。好啊，干什么？哎，先生，您不能进去。我就不相信正义啊，得不到伸张。哎呦，先生，是不是？啊？这儿有人，好，哦，好，太好了。哎呦，你看，啊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大爷我是来给你们贺喜的，今天是你们公司以至于唐小刚大喜的日子。哎呦，大爷，你看您这是干嘛呀？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吓人了，这么多人呢，干什么？啊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是来贺喜的，唐小刚。你真有能耐呀，你本事大了，你把你十几年好兄弟的媳妇儿牵为己有，你本事大了，我佩服你，老汉我佩服你啊。唐小刚，有本事你别做缩头乌龟啊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讲讲理。你公司上上下下的员工都在这儿，你是要把坏事做绝呀。电视机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我们帮你洗衣服啊，为你做饭，你可倒好，你把你十几年的好兄弟的媳妇儿啊，窃为己有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？你这是恩将仇报！你干什么？别在这丢人现眼，赶紧给我回家！丢人现眼，我一没偷，二没抢，我伸张正义，你怕什么呀？别闹了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就要跟这种精神里的流氓一斗到底。爸，您现在是在扰乱公共治安，唐小刚没告你，够给你面子的。我最讨厌你这个前怕狼后怕虎的怂样子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儿子？大不了啊，我把老命换了。爸，能给林玉留点脸吗？秦总啊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哎，是啊，真是厉害啊。
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告诉你，我要去布达佩斯了。去做什么呀？拿回那15%的股权。异想天开呀！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。不，我是为了我自己做的。 喂，满意啊！对，爷爷，哎，你想爷爷了吗？我想。你以前可以经常陪我打游戏，现在只有我自己玩了。妈妈也不让我带同学来。你看看，哎，我问你，你妈妈在屋里吗？还得晚一点才回来，就我一个人在家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那你呀，赶紧出来接我。 今天呀，爷爷有功夫，陪你打一天的游戏啊！太好了！不行，我妈说了，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可以给别人开门。什么话？我是外人吗？我是谁呀？我是你爷爷，你妈，她管天管地，她还管得了咱爷儿俩见面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，再者说了，你爸呀，长好了。 最爱吃的辣椒酱，我给你带来了。带。那您得保密，不能告诉别人，这是我们俩的小秘密。放心吧，保密啊！你快出来，出来接爷爷啊！我马上就出来。哎，这个林月，防我呀，就跟防贼似的。 满意呀！哎呦，满意呀！真的想死了，想死了，想爷爷没？想。啊，你们现在住哪屋？你带路，前面带路，带爷爷去。三个问题。铁了心的要去布达佩斯。有什么计划没有？ 没有啊。那资金哪里来呢？你爸给还是心里俩？并没有。翟志伟，那你去布达佩斯干啥呀？啊，去那边亮出你翟家大少爷的身份，人家老外就乖乖的把资金送给你，是不是？你的三个问题已经问完了，我拒绝回答几个问题。订2张机票，我跟你一块去。 好啊，不问我为什么要去。反正你不会说我想听的话。那你想听什么？我想听你是为了我去的。我是为了我自己去的。如果秦真真的取代你爸的位置，那我这2年的努力就白费了。我才不要坐在家里乖乖的等布达佩斯的馅饼砸在你头上。笑什么？安清欢，你还是相信自己比相信别人要多。那不然呢？ 一个连骑马作战计划都没有的人，凭什么相信他？那你有好的作战计划了吗？说来听听啊。还在思考。哎呦，这个家，这个家可以太…… 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个房子吗？哼！爷爷坐。哎，好。哎，爷爷，我去给您拿果汁。啊，不用，爷爷什么都不喝，快坐，快坐下。爷爷呀，要问你几个问题啊。您说。
你觉着跟他们在一块住好，还是跟爷爷和爸爸在一块住好？都有好处吧。这有什么好的？这么大，空空荡荡的，看着都冷清，没有个家的味道。不像咱们以前那么小的家都挤在一起，热热闹闹的，那才是个家。这主要是挺方便，挺自在的。自在个什么呀？不就是大点吗？看着都冷清，空空荡荡的，也就是多放点东西，像个库房似的。感情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吗？对了，那个姓唐的对你怎么样啊？也还不错，唐叔叔给我安排了司机，专门送我上学放学，说我每天可以多睡一会儿，路上也安全。他给我买了一架三角钢琴。行了行了，还三角钢琴？三角钢琴啊，那是大人弹的，你会弹钢琴吗？我看他呀，真是有钱没地方花了，胡折腾，他臭显摆。爷爷您放心，谁都取代不了您和爸爸在我心中的地位。哎呀，这句话呀爷爷爱听，爷爷真爱听。哎呦宝贝儿，爷爷爱听啊。为了奖励你啊，一会儿啊爷爷带你回家，让你爸爸给你做顿饭吃。爷爷不用了，我妈说今晚出去吃。外边的饭哪有你爸爸做的饭好吃啊？再者说了，外边不卫生啊。对了，你有多少日子没吃你爸爸做的饭了？你要是把我带回家，我妈那边怎么交代？怂，你怂货，跟你爸爸一样，也是个怂蛋包，还不像我爸爸。说的是。对了，哎呀，最重要的爷爷要问你，你爸呀跟你妈就要分开了，你是愿意跟着你爸，还是愿意跟你妈？哎呦，你们大人怎么都问我这个呀？我不想让他们俩分开。当然啦，爷爷是要了解一下你的想法。这我一个小孩能做主吗？说的是。哎，对了，你最爱吃的辣椒酱，我走了，我回去了。爷爷一瓶就够了。一瓶不够，你平时吃的快着呢，下次再给你送来啊，还不一定进得来了。爷爷，我和我妈很少在家里吃。都是唐叔叔请我们到外面吃，吃不完可就浪费了。这么大的家没有个冰箱啊，放在冰箱里能坏得了啊？冰箱都是满的，您就拿走吧，爷爷。行，行，请留一盒。爷爷回去了。哎，你以后啊，想吃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爷爷就给你送过来啊。爷爷，您走反了。哎呦。真是的，这么大个家，怎么进来的都忘了啊！拜拜啊！拜拜！拜拜！那你先上去，我到公司去一趟，我早点回来。嗯，你忙你的吧，没事，放心，快去忙吧。嗯，好，你先进去。嗯。刚才用矿泉水冲了冲眼睛，现在好多了。哎呀，别逞强了你，医生。我的天哪！
没事吧？没事，好多了。嗯，刚洗完眼睛，没什么问题。没什么大碍，就是眼睛受了点刺激啊。这有红血丝也是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，给了开了瓶滴眼露，不舒服就滴一下哈。嗯。最近啊，少用眼，少玩手机，少看电脑，调养几天就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好嘞，谢谢。真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不疼吗？不疼，刚洗完眼睛，挺好的。嗯。真没事。你干嘛呢？我要报警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那个人一定是蓄意的。那又能怎么样？没事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有没有看清那个人长什么样？当时那么突然，而且往我眼睛里面撒辣椒，我真没看清他是谁。不过你想想，能干出这种癞蛤蟆掉在脚面上不伤人只恶心人的事儿，会是什么样的人干的呀？我估摸着他们也没想把我怎么着。你别琢磨了，顶多就有年轻人干的恶作剧，咱能跟小孩一般见识吗？啊，你确定是年轻人搞的恶作剧？有什么不能确定的呀？只不过要把他当成年轻人，我看也高估他了。能干这种事儿的人顶多就是3岁小孩的智商。你心也够宽的。嗯，我心要不宽，我怎么样能够让心爱的女人在我的心里任意驰骋啊？嗯，医生说了啊，我不能看书，也不能看报，也不能看电脑，也不能看手机，我只能看你了。你能看清我吗？当然能够看清你啊，而且只要你在我的身边，我相信即使我的眼睛有病也能很快的养好。现在你还有心情跟我这儿油嘴滑舌的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好。哎呀哎呀，我眼睛好疼。哎呀呀，好好扶。嗯，扶我扶我扶我。好，走走走。好好扶扶扶。哎呀，搂着我的腰啊。哎呀，哎，看看开什么药。人房子很大，有阿姨的，不用自己榨榨汁机，不用自己榨果汁喝的，咖啡也有阿姨给煮，不用恒温恒湿机，人家新风系统，自作多情。比电影院还大呢，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！人家有真皮沙发，真皮的。大叔，你家被打劫了？对，是被打劫了，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打劫，把大活人给劫走了。要不要报警啊？不用，被劫走的人是自愿的。敬十一人，来，喝一下，
怎么啦？你们两个不是说要出国吗？去拿回股权跟你爸谈交易保住公司啊。还有你不是要劝这个家伙不要放弃跟他东山再起的吗？现在这么颓废是干嘛呀？我刚才查过了，现在新力量的资金全都投在公司这次新款游戏的发布会上，根本没有可能买下那股权。至于我爸，他现在自身难保，还拿什么给我支持？难道我要过去跟人家说，对不起，我是翟职位，我现在要借你那15%的股权用几天，用完还给你？我跟林月去了那人给他买的大房子，光一个卫生间就比我原来的半个家还大，家里电器一应俱全，什么恒温恒湿机、榨汁机、咖啡机、烤箱，还有各种我叫不出来是什么的机，那些东西我一辈子，我两辈子都给不起。哎呀，给我都别喝了，都不要喝了。懦夫，没出息，娘，你们两个干脆抱头痛哭算了。你说谁娘了？就是啊，你说谁呢？说你们两个呢，这多大点事啊，就扛不住了，娘不娘啊？我那怎么？你给我闭嘴！不就是没钱吗？能用钱解决的事情，还要你干啥呀？还有你，我告诉你，能被人家轻易拿走的东西，就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你。要么抢回来，要么拿新的。奋斗到在这里讲他人这些面子，以为服吗？你们两个人说失去的那些事业、家庭、爱人啊，我一样都没有。我才应该要哭吧？你们两个哭什么呀？谁哭了？不就是去布达佩斯空手套之狼吗？难吗？难就对了，不难就不是我翟志威玩的游戏。安清华，敢跟我赌一把吗？如果小爷我就是拿到了股权的，你想怎么样？接我10个耳光。行，不就10个耳光吗？燕姐怎么样？你要不要10个耳光啊？无所谓啊，不就是离婚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狄仁坚之前就是没施展个人魅力，告诉你们，林月前脚跟我离了，后边有一堆人排队要跟我好呢。哎，做人能现实点吧？我怎么不现实了？你都能不花一分钱拿回15%的股份，我为什么不能坐拥美女投怀送抱啊？我今儿还就跟你赌了，你在拿到股份回国之前，我一定交个女朋友，赌不赌？你是10个耳光？不，我这比较复杂，我这个需要边扇嘴巴边说：“丁大哥，你是宇宙无敌超级帅啊，你太帅了！求求你娶我吧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啊？”哎，你哪来的这些词儿？丁仁坚，你照顾性子吗你？你羡慕？你先把这词儿让给你。不要。行，成交。不过就是20个耳光，我认。希望我的脸受得住啊。拿酒去。啊。不醉不归啊！这瓶要干掉、啊。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敬什么呀？敬耳光。哎，好多了，没事儿。没事了。嗯。你先坐会儿吧。哎，谢谢。哎，你满意呢？嗯。他可能睡了吧。哎，我给你放洗澡水，你赶快洗一洗吧。嗯，这几天不许熬夜。林月，怎么了？林月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好像又出现了幻觉，好像回到大学时候了，你还在我身边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。还在生我气？怎么会呢？都过去这么多年了。林月，好了好了，
你赶紧去洗一洗吧，我去看看满意。满意，你在里面吗？满意，您别怪爷爷。我早就应该想到，爷爷是帮爸爸送辣椒酱来的。行了，你先去睡觉吧。你爷爷送辣椒酱的事情，千万不能让你堂叔叔知道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好了，快去睡吧。嗯。爸，明天我请您喝咖啡，我来找您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宁月，你是不是害怕别人知道你有个前老公公啊？你还是后悔了，认识到了自己以前的错误，决定重新回我们丁家跟人间过。我们呢，大人大量，不跟你的以前计较。爸，您不觉得您做这事儿特幼稚吗？就连您孙子丁满意都知道做这个事儿是犯法的，凭什么？他把我们人间整的啊，妻离子散，是身败名裂，对不对？我们能还击他一下啊？你说您在这儿，在这嚷嚷合适吗？有什么的呀？我嚷嚷了，我乐意。那您要是这样舒服的话，那您已经达到目的了。但是有一件事儿，你以后不能再这样偷着摸着见满意了，你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啊，对吧？你说什么？我偷着摸着见满意？满意是我孙子，我想见他就见他，什么叫偷着摸着啊？还有，爸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和丁仁坚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。宁月，宁月，哎，你说什么？哎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仁坚呀，你个怂蛋包啊，完了完了完了。哎，最毒妇人心呐，蛇蝎心肠。医生，您看看，他还真没走，您就把您刚才跟我说的话再跟他说一遍吧，医生。到底怎么样，医生？没什么大问题啊，那天处理的及时啊，眼睛恢复的挺好的。那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吧？眼部的 B 超都已经做了，眼前和眼底检查也很正常，不会有什么后遗症。医生，您不会跟他一起来骗我吧？哎，别小题大做了，辣椒酱进眼睛常有的事儿是吧？医生，医生，快帮忙啊！他打开满瓶辣椒酱，然后全部喷出来进眼睛了。赶紧给我进，赶紧给我进急诊室。这是常有的事儿啊。没蒙你吧？但这辣椒酱好像跟我这辣椒酱不一牌子，有蒜味儿。你闻一闻，你闻一闻。
伊莎贝拉·布达佩斯餐饮集团的董事长，30年前曾到中国学习东方烹饪技术，很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跟你父亲认识的。结过3次婚，生有一个小孩。根据八卦消息说，他很有可能会在近期之内结他第4次婚。至于未婚夫是谁，很神秘，只知道是一个很神秘的东方男人。好啦，至于他的性格、爱好、八卦消息，我都给你整理好在这4个文件当中了。我们这次的飞行全程一共是10个小时20分钟，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慢慢的消化这些资料了。如果不行的话呢，我们到达当地的时间是5点18分，预计从机场到达持股人所约定的酒店是7点半，所以呢，你还有2个小时12分的时间，再好好把这些资料给背熟，应该够时间了吧？够。如果说你需要我的参与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的。哦，对了，跟你说，等下上飞机的时候啊，只可以点素食，还有不要喝任何有酒精的饮料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吃肉会让你的血糖升高，降低你脑袋活跃的程度。至于酒呢，还是等事情办完之后，咱们庆功宴再喝吧。好啦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我现在呢，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，保持最佳状态。喂，你就准备把我一个人扑下自己睡觉、啊？你知道那10个巴掌打在脸上会有多痛吗？可能会肿好几天呢。OK。把屋子收拾好，把脸洗干净，等着挨耳光。我们乘着最早的班机去布达佩斯。谁挨耳光还不一定。哎，你们也太着急了吧！你是打算前脚跟我离了，后脚就跟他接上是吗？你别误会，老唐去机场顺便送我。还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，比以前更漂亮了。我也给你带了一身新的，结婚这么多年，光忙着赚钱，都没有给你置办一身好衣服。林月，你花他的钱合适。我花他的钱就不合适了吧？再说咱俩是来离婚的，穿什么样无所谓。这是我用我自己的钱买的，就算离婚，也得干干净净、体体面面的吧。我们进去吧。林月，我找老丁聊两句。老丁，给你的。又是上次想收买我那50万块钱？是50万。
密码是你儿子的生日，看看吧。美金啊，涨价了。毕竟是我让你丢了工作，而且这么些年你一直照顾林月，一点补偿吧。老唐，我能问你句话吗？问。你现在混得这么好，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为什么非要回来找林月？因为林月爱的人是我。你们又在一起了？这是他跟你说的。我们在三亚的时候聊了很多，我也没想到，这么些年来林月心里一直没有放下我。你要真爱她的话，老爹，好好为她想想。还真是，一个萝卜一个坑。那我这地瓜就给你腾地儿，但这钱我不能要，我还没穷到要卖媳妇儿的地步。这也是林月的意思，否则她心里不安心。那就先存你们的，等你们婚礼的时候我再拿。卖，我也要卖个华丽。好，婚礼见。怎么样，帅吧？给你最后一次挽留我的机会，还来得及哦。好了，给你最后一次挽着我的机会。你还有一次机会。还记得当年我离开你的时候放在你办公桌上的那个信件吗？如果你还留着它，就把它还给我，股权给你们，我一分钱都不要。哎，我看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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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见了。哦，找到了，白色信封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白色的那个。你现在马上人肉送过来，我给你订机票。啊。果然没猜错，你从来就没打开过。反正都是要分手，说的话都一样。那天在机场，我等你到最后一分钟，你始终都没来，你还是不相信我。所以不是我抛弃你，是你离开了我。就当我从来没送出过这样的关系。安清欢。脚也动不了，手也动不了，想去死。妈，爸，我回来了。欢欢，爸爸走了，不再回来了。给你做了最喜欢的酸辣汤。丢下我，我哪里不好？我哪里做错了？宝贝。
你说完，却被这记忆又拖去，永远忘记，永被忘记，但那些谎话，那些糖从未散开过的味道，我会记得，会想念的他。